这个视频教大家如何在 PS5 上薅凯普空和街霸2的羊毛，免费的。首先我们来到商店，搜索凯普空，叫 CAPCAM， 这就是凯普空街机模拟器，这个我已经安装了。但是这个游戏呢，它只是一个街机游戏，是需要单独买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这几天卡普空免费了街霸2，怎么领取呢？我们先进入这个三个点，点击查看商品，往下走，这一排叫追加内容，1941 1942 1944等等等等，到最后查看所有追加内容。这个追加内容就是游戏，每个游戏都是16港币，折合人民币再乘以一个8.5，找到街霸，哎，这一行的最后一个街霸是免费的，下面都是16港币，啊，这有一个8个港币的，这应该不是游戏，这是边框，人家连边框都能收费。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街霸免费，我还没领取啊，只有9.9兆，2021年10月27号发布的，点击下载按钮，完成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另外说一下，现在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、PC 上也可以免费领取，它需要在游戏的下面有一个街机的同捆包，要领取那个才可以追加到游戏里，也不能光下载一个壳子。这个游戏壳子包含了一个1943，还有街霸。我现在只有这两款游戏，因为还没有买别的游戏。据说在任天堂 Switch 上这几天也可以免费领取。R3 是投币，中间的触控板是开始。我们再看一下显示效果，这里有很多滤镜，挺实用的。我比较喜欢把拳设置成轻、中 ，R1 是重拳，脚呢是轻、中、重。街机机台和画面也有很多种表现形式。这种画面是带倾斜角度的，这种画面有点小，这个比较常规，这个绿键有点荧光屏的味道，这个搭配挺实用的，这个背景居然会动，就是屏幕有点小。背景展现方式有很多种，绿键也有很多种，随意搭配。这个玩的有点上头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帮到你，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